杨超越一个名字足以引起无数人的关注，她以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吸引了大批粉丝，而她那身恬淡悠然的白色礼服更是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。白裙翩跹，杨超越的白色礼服仿佛一只仙子在红毯上翩跹起舞，她的裙子洁白如雪，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每一次的摆动都仿佛在述说着她的故事。在这身白色礼服的衬托下，杨超越的气质更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她恬淡的表情，悠然的态度，仿佛对外界的纷扰置若罔闻。她就像一个优雅的公主，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纯洁无瑕，这身白色礼服将杨超越的纯洁无瑕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莲，高贵而优雅。她的美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杨超越的白色礼服不仅展现了她的美丽，更体现了她的优雅和大方。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和魅力，她的笑容更是让人如沐春风。恬静自然在这身白色礼服的衬托下，杨超越的恬静自然更加明显。她就像一朵在田野中绽放的白色小花，静静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她的存在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。这件白色礼服让她看起来仙气十足，她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仙子，用她的美丽和魅力征服了整个世界。她的光芒让人无法忽视，百变风格。尽管杨超越以白色礼服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但她却从不局限于此。她敢于尝试各种风格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无论是性感的黑色礼服，还是青春活力的运动装，她都能轻松驾驭。杨超越不仅仅是一个拥有美貌的偶像，更是一个有着多面魅力的演员。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她的才华和实力，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生命力，不断进步。我时刻关注着杨超越的成长，她从未停止进步，始终在挑战自己。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她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她的成功并非偶然，她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，她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正是这种信念让她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。真实的自我，在演艺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环境中，杨超越始终保持着真实的自我。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，总是以最自然的状态面对观众，这种真实让人们更加喜欢她。杨超越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粉丝和身边朋友的支持，她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珍惜每一次与粉丝互动的机会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着喜爱她的观众。充满活力，杨超越总是充满活力地面对生活，她的笑容总能感染周围的人。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，她都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，这种活力使她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勇敢。结语，综上所述，杨超越的白色礼服只是她魅力中的一部分，她的美丽、优雅、才华、真实、坚定、感恩、活力和榜样力量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她。我们继续期待着她未来的表现，相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演员，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。